每一堂课啊，我都要你从我要报时间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看时间。你可以这样盘手来暖身，练好七手盘手的话，你可以共鸣共振磁场会带出来，那气功气也带出来。这个啊，这个组成的成分呢，好了，我们基本上的扶，它就扶手的绑单，它就扶枕冲我的绑单的。哎，髋这边也一样啊，扶枕冲绑单打。啊，髋过来也一样啊，扶枕冲绑单打。这边也一样，扶枕冲。你可以走动，那贴粉拍好了。啊，好了，这个概念就是这个啊，你看哦。就绕圈。你看哦，是不是？用心看，看。哦，现在是看在这边喽，啊，在这边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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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吗？哦，扶枕冲内门的条件效果，绑摊打外门的条件效果，互相循环的。哎，我也是绑摊打的扶枕冲，绑摊打扶枕冲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单手宽边啊，单手宽边啊，对不对？双手，哎。那你看哪一天你跟谁练，然后练几分钟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扶手不变，我绑他的，刚才做过了，然后还过来一样。好，哎，我就一个绑着他呢，他就练好了他的扶手，练好他的稳固了。哦，这样子，换过来啊，他绑他。好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那时间练多久没有关系，然后呢就把他刚才两个扶。我两个摊，现在一人一个扶一个摊，一样，那变成这个绑，扶手不变就绑摊，这样变了，对不对？换过来也一样，就这样而已，然后呢，变成这个扶盘手吗？摊手吗？扶手吗？摊手冲拳，换过来摊手冲拳，换这边也一样，那看你练多久了，练几次了，好了，我们有单手。我们有双手摊冲，我们有单手双手，哇，排列组合起来了，好吧，看再来看一遍哦。好，然后呢，有练一、二、三，从外面过来放手。好，宽边也一样的。好，这边。绑摊拍的。所以说，如果对方在你正面偏这边，中心偏这边，我逮到机会歪门，逮到机会内门。如果对方威胁，我就自己手肘一肘。好，你看我，绑摊，手肘冲拳在。还有一些细节以后再讲，然后我们就练款手，好，我就再看时间啊，也可以练转拳、冲拳、防守拳，好，款手继续款手，然后拿冲，一个一个，怎么样？换过来也一样了，那你冲拳，拿冲，然后还有拉手冲，所以你这样拍就对了哈。那你就一直跟着他射一击后面就好了。没问题。然后那个做法你就可以移动啊，来换一下，这样拉手冲，三个节拍的，绑手、拉手、冲锤，轮到我绑手、拉手、冲锤，两手，这边也一样。我一个，你兄弟姐妹多不多？你家里？对姐姐。知道了，高中没有关系。我重点是看你，你家教很好，而且你很专心，我直接看得出来。他家庭教育，然后上课很专心，看他的眼神。好，刚才我们三个节拍，怎么样？然后这边偏上两个节拍，这个味道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啊，就打。而且呢，练习只是这样子，换过来这边也要，就拉手，然后就拍手了。刚才拉手冲，现在是拍手冲，好，
拍手冲，这边拍手冲，好，我们拍手冲。那现在拍内门，我们也拍外门。好，换过来拍，准备好，好，拍冲，一二三，拍拍冲，拍拍冲，拍拍冲，这边，好，准备好。往吃手两个人，往撞手，所有动作都可以练啊。接着拍手之后呢，我们有搭桥，冲拳，冲拳，这样看，停，拍。这个概念这样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啊，一直一直的，一直的，好，张开手，好，拍住我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或者说你搭桥一直打我。拍手一直单手拍，一个手不够两个手，听懂吗 ？OK， 一直摊护手，好，一直绑，好，一个手绑，一个手摊，一个不够，两个一起绑摊捆手，好，一个手摊，一个手摊，一个手拍，一个手不够两个手一起，就是这样概念，捆手，捆手，两个手。好吧，好，拍拍冲冲水，听懂吗？电影中也常出现的，就打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拉拍冲，拉拍冲，这个每一堂课我都要你练的，还有很多细微的变化以后再讲。啊，还有这个绑摊杠，绑摊杠，啊，好 ，OK， 那正好，打绑摊冲。摊绑摊冲，一变位置拍，换位置拍，现在几秒？几分？七分钟。OK， 再来，我拍到九分钟。偏身，正身，九分钟跟我讲啊。好。有没有这边？有练转码，没练转码都可以练，甚至乎坐着两个坐着板凳练也可以练，坐在教室隔壁坐隔壁就可以练。绑摊拍没有转码，绑手摊摊手，摊手摊手，绑摊拍绑摊拍绑摊转码，看得出来吗？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绑，盖好，盖好，拍手，一、二、三。拍好，好，还有你冲拳，一、二、三，你这个摆就变得好，四，好，好，这里你打拳，一、二、三，四，好，不一定拍到，你的动作要出来 ，OK， 算了，宽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基本失手。自由组合 ，feet as you say， 七手 exercise， not 五手 ，not pass or fail fights， 把刚才吃手的动作尽量用出来，不要固定站一个丁点，也不要一直走动，而是稍微边走走边跟你，懂吗？就把这个吃手的动作，哦，跟你很专心的打的，我你不要小看老师，我都观察每个学生，那个学生在那边整理整理，我也观察到。专心用心，我也观察到啊。好，这个都自由组合的那个吃手而已。然后我看拍我，拍我。嗯。绑摊拍，绑摊吧，对不对？单招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单招也可以，然后把它组合起来也可以，对不对？绑摊拍，你们今天就练啦，就是这个啦，懂吗？好，练两练拳而已嘛。然后呢，伸过来，绑好了，冲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在学校就找一个找你好了，你就几分钟好，懂吗？你们两个就基本是超过九分钟了，超过了，懂吗？9分25秒。哦 ，OK， 好，关了。关了。好，然后呢？就